2012年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来参与 GDP 的这个社群。但是到了2014年的时候，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。当时台湾发生了318的太阳花运动，当时在太阳花运动之后，有许多的青年开始也走向了参政的这条路。在那样的过程之中，也使得总理受到许多的刺激，他从原本的键盘参战，开始踏向了实体，开始来协助他的有一位他的好朋友青年参政，而这时候他来协助他的朋友透过科技的力量。所以说，他今天所带的讲题是键盘仔的无选键盘。我们每个人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，我们并不是官二代，也不是富二代，我们并没有很充足的资源，然后来协助我们来进行在选举的这条道路上。但是现在的我们却有不一样的是，我们有了网络的能力，我们有了科技的能力。所以在接下来，我们想要邀请的是我们的两个左邻，他所带来的键盘仔的无选经验卡。让我们来看看说，今天当我们这些年轻人，我们资源没有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透过哪些方法，让我们的参政青年参政得以落实？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邀请我们两个的左邻。大家好，谢谢几位介绍。那我就先自我介绍一下，就是我是公安，大家叫我狗兵。然后在居民里面参与的其实都是国会相关的专案，因为主要是在大事件的时候，那时候经常听到依法行政的四个字，然后觉得习惯了依法行政的结果跟我想象落差很大，然后开始去关心法律的东西，才发现国会有很大的问题。所以我说主要参与国会相关的专案，然后我自己平常写这些专业，或者为了前面的城市。那也是在2018的时候，就是大家知道居民法院嘛，然后那时候发现，不只是那当场在里面也会受到感召，那就想对我在里面也很有爱，是非常热心的。他那时候就想说，原本就没有兴趣想要参与地方政治，可在318的时候就确定说他想要参选。那我过来就帮忙他去做一些竞选活动。那在这边我想做个小小的调查，就是你们有想这边有任何人有想过自己要参选，或者是帮忙朋友出去，或者是身边有人在选举的吗？类似的经验哦，好，看来不多，有两个啊，谢谢。那这边我非常先打预防针，就是我个人的觉得，我觉得说所有经验都觉得啊。就像我最近在想要去日本工作，然后就听他讲日本的工作的事情，然后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。他们觉得说，其实每个人所看到的东西都是被圈住的。那包括我这次的经验也一样。那我主要是想要分享说，我在这边去帮忙朋友组建经验，可是我相信他也没有办法完全应用在个人的那个地方上面。那可能大家自己去斟酌。那我自己在。因为虽然我是居民的仔仔，但是我自己在参加复选的过程中，我发现就是你那个资讯能力，你会依照局限，但规模受到局限。那比如说台北市，上次大家都知道，柯文哲科技他在资讯站上面打得非常成功，但是事实上我们在诺贝尔奖选的是一个小小的地方代表，在那个规模上面，你能够资讯能够影响的程度就相对小很多。所以我变得就是我自己调整过后之后，在选战中就是我自己，虽然我自己比较想写城市，但是我自己不把主力放在城市上面。那我比较想是就是你如果不做不用城市方面，实际上打选战的时候需要做哪些准备？那我先主要先讲的一个就是，我觉得如果你要帮忙朋友同学，你把他当手机卖给人，你可以看看你自己买上一部手机，我可能你不要讲太少，就是台湾队，你可能想到台湾队里面的品牌的手机，你上一场队里面它的型号是什么？你发现很多时候想不起来。我觉得选举都很像这样子，你就想象你是把消费券放给你那边所有的人，然后叫大家出去投票，让他们去选一个他最喜欢的手机，那种感觉一样。他们就觉得投票是没有成本的，就是不需要花钱，因为他们选的时候提前没有那么谨慎。那我觉得手机就卖手机的时候情况有点像那样。那可能很多人不知道，因为我朋友选的是头份式的，是你在那段叫头份证。那也许大家不知道头份，我就告诉你这些叫头份。这是我心目中的这些地图嘛，就是台湾刀跟台湾大的。那对，就是我们自己的 PPT 的项目嘛。
那我们台湾里面有一个，虽然台湾我自己是个土地国家，但里面还有个土地的国家叫苗栗国，这是特殊国对国的关系。那苗栗也是一个咖啡，大家知道自己测验不过的地方。我们苗栗人出来就是对大家真的名单里总是投名单很多先生的名，我们自己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可是现实情况就这样。那我稍微分析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子。那苗栗里面的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城市，这个国分镇，现在叫改名叫国分市，应该人口突破100,000。那你可以看一下，苗栗大约有560,000人口左右，在那左上角那个灰色的地方，它是苗栗市，也就是苗栗县政府大家去看这个地方，它的人口大约有90,000左右。可是苗国分已经超过100,000，所以国分市实际上是苗栗最多人口的地方。那国分旁边就是竹南。竹南跟头份加起来就180,000，然后加上南庄，就我们那边的生活圈加起来，大约就有20,000人左右人口，占了苗栗县40%的人口。也就是说，你如果要在苗栗县选县长，你只要在头份竹南获得大多数的支持，你就会选上。就像这次的苗栗县县长叫徐耀昌，他自己就是头份镇的镇长，他后来选。那头份镇基本上我在那边同镇出就是你选上头份镇镇长。选完之后就没有机会去评个立法委员，因为你占据那么多嘛。平常我苗栗县立法委员，下一步就是给台北就选县长，那徐耀昌就是跟着台北走上去了。那我朋友在头份里面，他属于第三选区，叫成功建国，看好这几个里。那头份他如果经过上镇这个地方，就是很有可能跑后方的地方，也就在这个附近。那头份离新竹交流道大概90几分钟的车程。所以有非常多的竹科的人或以外的人口都住在这边。那我们这也是我们当时愿意出来选的一个原因，就是新入户跟这些新外人口是传统庄脚势力没有办法触及到的地方，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，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跟这些人打交道，所以这些人都有机会变成我们的票源。那我们当时提供的，当然苗栗县是一个大家感觉非常老、非常僵化的一个县市。但是很快，那如果新人口集中在这地方，我们也许有机会突破，这是我们出来参选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。那这是我朋友啊，这是他的选举公报中间的一个剪片，叫帮他写的选举公报。你可以看到那个在个人经历上面第三题就是养孩子的爸，第四点什么铁马上屋顶等等这些东西，这是故意的，因为我们在一开始选举的时候，我会有问一些就是。已经在政府，就是跟选举有关的国民党朋友，他就说：“我们该怎么写？”他说：“你们没有玩社团，不用想去，因为他们，你如果翻开选举公报，你会发现里面都写什么什么理事长、什么什么顾问那种，这等等之类的东西。然后我们一点都没有，我们就故意写的说好，我们写工程师，然后写他们完全不会写字。那我们这就是一个有点故意操作的手法。后来那也是有一些小小的讨论。”那他本身是一个生来家庭长大的，就是他爸爸是那种后线，然后那么新竹那种主任，就是40几年国民党党员。那他坚持党籍参选，就跟他爸爸吵很大的一架。那先讲说，先问一下头份，他当时在2011年的选举概况。他当年那时候选区现在有改变了，当时只选4席。你发现最后我们以最后名额平均他票数是1400票左右，所以我们那时候估计说，如果你在头份选的，你想要选上一个镇民代表，你大概就要拿1500票。1500票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？他那个选区有32000人，但把那个人口数，因为我们认为说太老了可能不会想选我们，所以我们就抓了20岁到45岁这个人口，说大约1300人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想拿1500票，只有镇民代表选我们。10个人就一定要有1个人认识我们，并且投给我们。这个想，有个想象就是，你要走去公园外面，路上10个人，包括阿公阿嬷的时候，你就抓到1个人，那其中有没有投给你，那概念，我们会觉得是有点困难，但是还是有希望，但我们想尝试。我想表示说，这是我们会遇到的困境。那最后选举结果出来了，我们是拿第三名，那大约拿2800零87票。大概就是赢了现任代表，选举结果看是相当不错。那可以注意一下，就是到候选的第一名叫陈志选，他是民进党的推举出来候选人，就是说
民进党在那边，也不见得一定选上，那他也是有其他原因的。那这几位候选之中，有两位被我不能讲，这就是因为有录音啊，不能讲直接问了，反过来讲就是有两位确定是绝对没有票，一位就是一万两千他陈志群，是因为这两位都年轻人没有钱，就这样子而已。那其他的话，我看到很多他们两票就是自家的，大家都知道。比如说，这是台湾县选举的一个困境，在那边，你如果没有买票，你是要选上是一个需要比较大的付出，而且你要取得一样，你要做包括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形象，这也是我们中选举中在努力的东西。那刚刚分析，大家讲一下，就是提到投份跟选举情况，那我再讲就是我们实际上做了什么东西。先说花费这件事，因为选举就要花钱。我们在选举以前，我们有去，选举没有去，就是当你决定要参选，或者当你决定帮朋友补选的时候，你可以好像突然挂上你的身份证，啊，这个身份证可以让你去搭讪任何一个人，然后没有人会拒绝，很有趣。就是当我说我们要选举的时候，我们拜访任何一个人，任何一个人都说啊，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安排时间来见面。所以我们就爱拜访那些隔壁竹南那些政民代表，还找了一个就是大家能够比较相对比较亲民的，比较。没问题的代表，就是他选举 不买票的。我问他说：“哎，那你大概选举的时候花了多少钱？”他说：“第一次选的时候花了大概100万。”然后他连任的时候，他连任过了嘛？他连任的时候大概花了60万。有时候就是一个我们那边竹南已经比投份好一点，那竹南那边的选代表你要花几大这个数目？那你要看一看你身边是8万，8万这个数据讲出去就大家都笑。那最后实际上我花了18万。也是花这个，还有就是一个小小的造势，我不能就花了几千块。我花18万之后，他募了15万，他叫选票补助，刚好其实刚好打平。就说你看他蛮幸运的，就是在选举上面没有花到一毛钱。但主要是因为叫沈德如，他最大的日程都被我吸收了。就是他都会找我，明天礼拜天有空啊，都陪我去扫一下街。哦，好，他就冲出去。那个做其他代表会赚钱，那因为我的朋友很多都没被放进去。这个我必须要讲的，这个是。所以有点这个时候也可以算是有点低估，比如说如果你有朋友想要选这种成绩的代表的话，钱你要把人生成本去算进去的话，钱可能再高一点。那我还听到一个，就是通宵镇有一位代表，也是一位年轻的代表，就是他也是第一次参选，他可能真的是花了8万，而且他准备其他3个月左右，就是通知就选上，那也是那很厉害，姓傅的一位代表。那这是我们在花费的部分。那我们之后，那钱都花来了呢，就在做一些文宣品上面。那这个是我帮他做的一个 DM 文宣品。那后面那只猫，就是大家都说给你家搞猫，就选了这一家。那你可以看到，就是我爸做的文宣，虽然我这边在，但还是做一点简单的内容。然后这是我爸做的扇子。那我们需要有点，我们需要让这个选举感觉比较感慨性一点，我们把它做一点像机器人那么风格，然后扇子。为了扇子，我必须要强调，它一把7.5块钱，很贵。因为你平常那种小的那种扇子，大概一支3块多而已。然后当时我在决定要做那种小扇，3块多可以做多一点，还在这种7.5块一把扇子，我就跟他们，就是我一个人独排众议，就坚持说一定要做7.5块的，一来就是我自己比较开心，二来是我觉得拿到这个扇子比较开心。最后结果有证明，就是当我在那边发扇子的时候。那个喊妈妈说：“哎，那个人家拿了扇子，他拿了扇子，就大家都口耳相传，说扇子你好像扇子要疯啊！”就阿妈真的很在意这种东西，所以我们那时候钱砸到这边，你看7.5块不过5000把，就是1-2万块下去哦。当你预算18万块的时候，那个是成本是很伤的。可是我们后来这个决定是对的，这是其中一个。那我们后来还有做这个选前大概1周，我们放了这个气球，这也是。会幻想到又有些那个建南他们做这种东西嘛？那没有候选人，我没有钱买那种灌那么大的，我们就用这种方式去放一个大气球，它也蛮有效果的。因为路上就会看到那个妈妈跟那个介绍，跟小孩介绍说：“哎，这就是那个气球叔叔。”就还蛮有用的。那但不过它有点风险，就是当你在挂的时候，你风很大，这个气球可能会吹走。那这是做面子的部分，那他就是做很简单的艺术这样子，然后把它包起来，这种方法设计的。那这是我们当时沿路就是扫街，我们不断的去扫各个地方，就是不断的从哈腰，不断看到人家哎你好你好，就是这
讲点话，然后递个面子给他，老人家会拿他的面子，他蛮重要的。这是我们选前，就是我们不用宣传车，所以我们用脚踏车。那在脚踏车上面用 LED 灯做这样，因为晚上在哪看得到，我们就骑一个人骑脚踏车在后面这样子一直巡，做点宣传。那最后就是，这是我一定要帮他做的一个，如果帮他做一个网站，那现在有在改版，当时选举就是放一些我们想说的话，还有我们要做的困境。那网站我刚刚提到说，对于这种小规模选举而言，资讯的影响很小，可是网站还是要做做，因为比如说当我介绍给一个年轻人，我的朋友的时候，他可能我有看到很多画面，就是他当时拿起手机把那个网址敲下去。他在外面看到网页，发现说：“哎，这个网页做的比其他人都还要好的时候，其实基本上那个年轻人就是说，就他下来看到就是说，哎，那你可能跟那些代表不一样，他对你印象就会深，他就可能会投你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其实就是我们在网站说了我们的困境，就是为什么我们出来选的时候，如果一个人觉得差一点没差，可是对我们也差一点差，我会跟他，我们会算说，哎，那你我们可能需要一些门票。”你如果少了票的话，我们就离大选我们还可以有一点，让看网站的人觉得说，哎，他好像有责任要，如果他觉得我不错的话，他好像有责任要去投票。我觉得就是因为就是催他去投票的原因。那我觉得网站这部分是用户在这里，至少他看到网站都会觉得说，哎，你的这个候选人跟其他人不一样的。那这个就是刚刚在讲说我们做的那些东西。其实我去大家都会做，那我想稍微强调一点点，有点不一样，就是你可以看到，像扇子来说哈，如果是苗栗县的其他候选人做扇子，他们可以把他们脸放上去。我们坚持我们的文宣品都不放候选人的脸，那种因为我觉得，如果这个扇子放了候选人的脸，哇，大家就觉得这是很重，很多人就不敢拿出来。可是我们故意把它做的时候，好像跟你平安场没有关系，这样。那后面还是口分，大家觉得哎，这是口分的战略，不是李万强战，就有这种方式去拿给他。我不说我们选举都是采用这个策略。那我们在竞选过程中，大家都会很多人老一辈人跟我们说，哎，你没有放候选人的脸怎么可以？我们这样，可是我们其实这样在做的结果就是，大部分人其实跟我们在意都会是长什么样，他们其实在意那个你，所以他们大概想要投给谁，所以其实放脸上一点都不重要。那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强化，人家愿意拿你的文宣去训练自己，比脸放上去还要重要。这是我们在这个差异化部分。然后我们在选前，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候选人的形象，因为刚刚我提到卖手机嘛，那你一定要，比如说我会把李万强，就大家会回答一起说，李万强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会不断的讨论这件事情。那人家有没有说过，他说他自己，他也是让我选举他，他会说，哎，阳光大男孩这种行销策略是很危险的，因为所有都失败，马英九当年也是阳光大男孩啊，现在一曝光都大家就跟什么一样，就会懂哦。可是很不幸的，你看小王看我跟他十几年，他真的是一个阳光大男孩。然后我们就从这种方式，我们就强化这个形象，他喜欢运动，他喜欢慢跑，然后他是一个政治助人。他虽然是对我而言是个中年人，但对很多老人家来说，你知道吗？苗栗很有趣哦，因为看过70岁的老人那样做，这是台北看不到的。有一次我就坐公车，看坐，就看到停车之后，一个70岁的妈妈站起来，他们为什么？因为一个80岁的妈妈撑着拐杖上来。所以在苗栗，你30岁真的是非常年轻的人，出来选就是非常年轻的人，所以我们就一起主打年轻的形象。虽然我们没有什么资源，可是我们当然把这几个形象强化到每一个选民的心中之后，他们在选举的时候就想，哎，就是他可能有名，很偏向年轻人啦，他们都会这样去介绍这个比方讲。那我就想在我们文宣不断尽量降低我们政治色彩，然后我们在选举的时候很重要的口号，就大家可能觉得口号没有那么重要，那我们花费很多时间讲口号，因为你要想看，当你路上可能遇到新的人的时候，你不断讲，必须第一句你要有句话在5秒内。介绍完，然后留在下一个人。如果这个人会问你问题，那你就要准备一分钟跟他讲多少内容，他可能会想听嘛。然后再下一个，哎，如果这个人就是开始攻击你什么时候，那你要花5分钟的时间跟他好好说服他。他如果愿意花5分钟的时间跟你讲完之后不讨厌你，基本上就门票就拿到了。如果你在需要他1500票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你花5分钟去拿一票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。这是我们刚才做的。那我自己在学习过程中，我会觉得就是。选举最重要的就是，我觉得设计其实是很重要。
因为你在做很多文宣跟形象上面，你需要用 好的设计师去帮你做形象设计。那写程式至少在那种代表那种小规模，也或选理想的小规模里面，写程式当然没有那么重要。这是一个。那我想再抽象一点，就是在更深入一点的话，我会认为说，独立参选人最大的对手是自己。因为以投份来说，他们当时几乎所有参选人，我们把脑袋都放在这里。我们相信，只要任何一个人认真的检视脑袋当中李万强的人摆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就会得到结论是李万强比较好。那我们要做的事情，从头到尾都只有如何让更多的人认识李万强。所以选举的时候，我觉得最重要是说，你其实做的就是宣传，但你不要把眼光局限在对手上，然后往往三线，你要想说如何把自己介绍给更多的。那李万强在选举的时候，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他认识，因为他是政党代表出身的，所以他知道国民党在想什么。即使他现在已经非常讨厌国民党，可是他知道怎么去跟国民党相处。因为回过头来，如果你今天有机会选上，当你是一个代表的时候，那些你讨厌的人也是你的选民，也是你要服务的对象，所以你千万不可以把他们当成一个敌对族群。我觉得有些人在，比如说年轻人在继续选择的犯的错，就是他把他的族群慢慢的太明显了。事实上，在我们这样，在我们几个尝试之后，发现老人家反而更希望把票投给年轻人。他们也许之前可能是国民党、民进党，他们不重要，但他们今天看到有年轻人出来选择，基本上他们是希望给年轻人给机会的。那我们在选举过程中，我们有非常确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觉得基本盘这种东西，除了那些政党始终的之外，你在小规模选举基本盘是不存在的。大多数人其实是选举当天看心情怎样。尤其在小规模，公共可能没有办法，但你在那种里长都代表的时候，他们基本上都看，他们看的是有点像亲戚。那我觉得都是空气掉。在我们选举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，第一开始就是在决定参选的时间，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，我们除了胜选之外，最重要的东西，我觉得就是所有选举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因为像柯文哲当时说的就是你的核心价值是什么？因为我当时就是说有一个国民党朋友。就问他选举经验嘛，他就讲说啊，选不上什么都没有了，那我们听着就很气，可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反驳。那我一直问自己，有没有东西可以让你宁愿选不上，让他坚持？因为在选战过程中，你会遇到一些阻力，那你会遇到一些选择，比如说有人会给你一些东西，问你要不要放弃，或者说有建商，你也是要钱，可是有建商说他给你100万，要你选过支持他，你做不做？如果给你100万就选上了。你就有机会，你就有资源可以让你选上，你只是在选后偶尔两个提案去发表它，你做不做？如果你按照之前的逻辑，就是没选上很多的屁，因为你可能选上的时候我只做两件不好的事情，可是我做了你就发现好事情，那你肯定就说好，那我就做完了，对吧？但我当时花了很多时间去讨论到底该做这件事情，我得到的结论就是，我们宁愿选不上，可是我们要投奔的年轻人看到的榜样，就是年轻人做到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是从这样的角度去切入的。所以最后，我想要评估一下，如果我问选上，我觉得基本上第一个是实际的哈，就是在318之后那一次选举，然后柯文哲让出来出了3个，大家觉得说给年轻人一个机会。其次就是我们用了比较恰当点的方式，让很多人觉得说，哎，我跟其他候选人不一样。最后就是李汉强他自己也非常努力，改装了一些战略，我觉得是选上的一个结果。那你有朋友说，那我们可能选年轻人出来谈理想嘛？但我们有一个结论就是，理想是你自己在私底下开会的时候谈的，你千万不要跟路上的行人谈的理想，他们都不重视。会重视的人在你旁边帮忙选，大多数人其实不需要跟你，不要跟他谈。如果你花钱跟他谈理想，他会觉得你太高调，然后觉得你太遥远，反而觉得你对年轻人不切实际。理想是你在一开始在资金规策略的时候要放进去的。你在执行策略的时候，做到了不要影响我们的，这是我们的选举经验。所以，虽然我刚刚从一开始从我们做了什么东西开始逆反过来，其实我们在选举的时候，我们是一个是先谈核心价值，就是什么东西可以因为让我们选择上你不能放弃。我们从确定这个东西之后，我们才开始想，你看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，那我们该怎么去实现我们的核心价值？之后确定这个东西之后，我们才觉得好，那我们有多少钱，我们才去。从这些钱做比较需要的主宣品，那剩下的就是你怎么样花足够的时间去找接跟发布你的主宣，然后去强化的形象。这是我在选举的
就虽然我刚刚讲过，我是由后面到前面，但实际上我们执行的时候是由前面到后面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不要拿出电话拿照片，有跟大家和后参选人算的很重要，是吧？谢谢。在刚刚听总理分享的过程中，其中总是非常紧张，在想说，哎，他的好朋友不知道到底有没有选上呢？这个幸好听到是一个好很好的消息。那在刚刚的这样的过程中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健谈的来，然后来踏出来，然后说来帮忙补选的经验。那接下来之后，我们也一样开放一些时间，然后来让大家来进行提问。那在这边依据时间的话，应该可以开放30个问题。那在这边的话，我们一样规则是用30秒的时间来陈述想要问的问题。好，那想要提问的人的话，请举手一下。那请那位正在这里。你好，那个恭喜他，这个你们策略成功选上。那我简单问一下，就是说，你们用很成功策略选上这个选举。那在这些你用的分析的技巧，就是选后你们有没有想过要做什么？不然我们一定有选后这些选吧。你们用了很不错的技巧跟一些思维去观察选举的过程，然后也成功胜选。但是选后你们有没有想过再用各类的技能来面对选后的？有没有这些技能够放在选后用来辅助一些？做更多的事情用，还是说你们只为了胜选而已？就是对技术怎样胜选？哦，你是说我们选后还要做什么跟其他候选不一样？就像这类似的那样的，你们的技术、你们的核心推广概念，是不是也应用在你们选后的一些路上？我们在选举的时候，因为我自己也是参与一嘛，所以选举都是强调透明化这件事情。我不断地跟选民讲说，我们会让你知道我们的代表在我们如果选上之后，代表会做什么。那因为解读，那我们自己实际上也是去做，比如说像我们会把它在会议那个代表会里面资讯里面全部拿出来，发到网站，我们会做我会打的资料。我想做这件事情是说，希望让投奔式的市民知道你。本来就该看到代表会，代表会里面做什么事情。我们希望不断尝试在把我们开放透明的观念带给投奔的市民，因为对我们来说，他如果越多人愿意看这个东西，那我觉得一方面投奔的政治会变得更好，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对我们自己下决心就更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前台的不做，只有我们做的话，那我们就更了解他。如果其他代表跟着学我们做了，那投奔是大概就是政治界的开放，这就是我们愿意达到的目标，这就是我们在选后在尝试做这样的事情。那最近我也打了一篇市长的答辩。好，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那我们再开放一个提问，那想提问的话，请举手。嗯，那个你好，就是在有可能2018年就卡在第三级哦，是吗？那你们会把你的技术运用在哪里？你说第三级如果要相当的程序的话，很有趣，对吗？对，就是线里面相当是卡掉了，那你们的技术要运用在哪里？很有趣，就是我朋友在那讲视频带，但是他变成是要投奔的自动程序卡掉，因为这个话不能在讲在两面讲，因为大家觉得什么就是在。干嘛不要换做？因为他自己在继续代表会的时候，他也理解到，有时候这种相应的这种单位有点多余，因为很多，比如说你让人家旁边一条路，可能是不一定是正在负责，可能是县政府在负责，也就是说乡镇的职工都没有路权，所以根本就不能到。但是一般市民不会了解，可是因为这种事情，所以你非常行政上面的朋友非常多，非常多多余的机会，那他本身也希望被。这个至少把投奔市政府的人都拿掉，但是我不知道未来有没有机会了。那如果一方就是我们本来就希望能够在选，因为他进入职务之后发现市民代表做事情有限，有机会让他往下，想要往上。如果没有办法往上，台湾有人愿意，就是说在台湾县那边的有在这个议员愿意，就是
采用这样资源的话，其实我非常乐意去分享。那之前我像我也是希望把这个东西做比较民间化一点，那给其他的，因为我觉得本来就想用旧时间去。那不好意思，我因为还有一个最后我想讲的东西，就是其实我非常希望的东西，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要你有朋友想学的话，至少还有两年，还有时间做一些那个代理商业组织。你有在这些地方，就是针对某种议题做商业的，这个在学不学都会很有帮助，因为他们会是你。因为我相信这边有人如果想要帮忙参与的话，他们会是相对进步的候选人。这种相对进步候选人的意义，跟在这种商业组织比较能做结合，他们会是在学的时候非常大的能力来源，有大的价值。那我们非常谢谢周毅的分享，在他分享之中，那我们看到说，其实我们不是官二代，不是富二代，但是我们也有机会运用现在的网络，运用相关的资讯、相关的科技，让我们的理想有机会踏进政治圈里头，实现我们的青年参政。那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感谢我们的讲者周毅。